广东省政协11届二次会议14日下午15时在广州开幕。备受外界关注的香港明星周星驰在大会开始约10分钟前亮相，引发大批媒体记者疯狂围堵采访，甚至有记者突破安保防线尾随周星驰进入会场内。周星驰最终抵挡不住媒体的追逐，在会场内他面带笑容与众多记者互动。周星驰表示，他这次主要还是过来学习的，希望多学一些。在会场他碰到了不少政协委员，有些还是相识的朋友。在履职参政议政方面，他往后应该还会有很多学习的机会。周星驰去年新任广东省政协委员，不过广东省政协11届一次会议他仅花了半天时间参会。他表示，他去年在参会时间安排上出了问题，今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参会，他会认真对待，将提出与电影文化相关的提案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